OK， 下一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垂直穿过哪个甲乙丙？他问我，如右图所示，邦邦邦邦邦，谁是对？邦邦邦，谁是对？三十一。谁是对？一样。我教你，我教你先。C 是对，请坐。A、B 是我当然要问，所以我现在不讲。当然要问，所以我现在不讲。可变电阻向暗滑动的时候，就表示电阻变小，表示电流会变大，所以呢，磁场会增强，所以角度会变大，所以 C 是对的。A、B 都 A、B 都错，不是 A， 不是 A， 不是甲罗盘偏转最大。那请问你是哪个罗盘又会偏几度？先假设电流磁场大于地球磁场。假设电流磁场大于地球磁场，那么哪个角度会偏转最大？然后偏了几度？哦，加油！丙一百八，请坐。因为你一比起来就知道丙的电流磁场要指向哪里，南方，电流要我指向南方，地球要我指向北方，电流磁场大于地球磁场，是我指向南方，所以偏了180度。他说把甲罗盘垂直往上提，这图上面的垂直往上提，他说偏转角度变小是错的，那不是变小，那是不变还是变大？它不是变小，那是不变还是变大？为什么会变小？为什么会变大 ？Eleven， 你是 Eleven 啊？看这边，看我的书，你说。刘志杰啊。啊？不知道。请坐。这个图是放旁边，直直的线放旁边，它往上拉，距离有没有变？没有，电流没有变，距离没有变，所以磁场没有变，所以偏转角度不会变，所以答案叫做不变。请问你，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的。乙罗盘的磁针不偏转，这是对的。可是后面说是因为电流是零，因为电流是零，这是错的。那请问那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偏？为什么不偏？那为什么不偏？啊，不偏是对的，为什么不偏？二六。地球磁场和那个地球磁场一样，方向一样。你坐。因为在那个这个地方 B 那里，电流磁场要我指向北，地球磁场也要我指向北，结果两个方向是一样，所以就没差，所以不会偏。不偏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练习十四跟各位讲的，希望你对每个选项为什么对，为什么错都能够知道 ，OK。